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段奕宏《暴雪将至》，邱泽《谁先爱上他的》，邓超《影》，徐峥《我不是药神》，彭昱畅《大象席地而坐》。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女主角入围的有谢盈萱《谁先爱上她的》，孙俪《影》，赵涛《江湖儿女》，曾美惠兹《三夫》，周迅《你好之华》。恭喜以上入围者。